昨天在节目里，邱泽炫和于晓光儿子正面照首曝光，可爱的小宝贝一双大眼睛完美继承了妈妈的好基因。据悉，小啪嗒的中文名字叫于天君，去年6月1日出生。邱泽炫和于晓光补办婚礼当天也举办了小啪嗒的周岁宴，网友纷纷留言，这个孩子也太可爱了吧，继承了爸爸妈妈的优点。还有网友惊异于宝宝的发量，不得不说小啪嗒的发量真的让人羡慕呢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